好，我哋今日咧講題嗰度講到關於神嘅聲音、知識言語同埋先知恩賜。咁我哋睇個經文咧，即係講到係基督徒都收到神嘅聲音嘅。咁第一個經文就係《約翰福音》16:8。咁我哋都即係而家係查經嘅方式嚇。他既來了，佢上下文咧就講到保惠師啊，聖靈保惠師嚟到咧，佢就會叫世人為罪。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嗱呢度咧好特別嘅喎，你留意一下個動作啊！佢嚟到啦，就會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。咁樣到底係邊個責備自己咧？係邊個責備自己啊？你望嗰個經文啦，係望嗰個經文，你望隔離個經文，係世人自己責備自己。係啦，即係佢會叫嗰個世人自己責備自己喎。咁但係點解佢會識得自己責備自己咧？嗰個動力喺邊度嚟咧？聖靈咯。係咯，聖靈叫佢喎，即係會聖靈會令到佢自己會自動自覺去做。在神學上曾經有一部分解釋到人的得救，因為人未得救對於神的事沒有興趣，但是人得救之後就會對神的事有興趣，就像牛，牛不喝水，你要它喝水，你硬按它頭，它硬不喝的，這個就是，即是它未有這種改變，但是當它一改變它想喝水，你就不按它，它都會喝水的。基督徒也是的，未信耶穌的時候就好像沒有動力去跟從神，但是耶穌就會自動有動力去跟從耶穌。但是那個跟從的時候呢，是聖靈跟從還是那個人跟從？是人跟從，但是他那種動力在哪裡來呢？聖靈叫他來。這個知罪也是的，即聖靈會叫我們知罪，是外來的影響的，但個人自己會為到罪嚟到自己責備自己嘅。咁即係話咧，即係點樣咧？即係話咧，聖靈嘅聲音咧係即係個人咧好似開通咗天地線啊！即係神可以同佢講嘢啦。咁佢咧就會自己責備自己啊！即係佢。不是聖靈責備他，是聖靈叫他自己責備自己，他自己知道自己錯。所以這個呢就是我們留意到凡是基督徒都有這個這樣的聲音的，你就留意到裡面呢就會可能會有爭戰，因為有新性情有舊性情，舊性情又說不是錯不是錯，這樣就會抗拒，但是呢聖靈又會提我們的，在裡面有兩個聲音的。接著呢就是約翰福音10:27那裡一起讀下。我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著我。即這裡就是說，凡是什麼人都聽到神的聲音，是的，凡是信主的，凡是神的羊都會聽到神的聲音。其實世人他們會不會最後都聽到神的聲音呢？最後啊，到最後，最後會聽到，不過在這一個時代他們聽不到，這個時代呢就是信耶穌的人呢他會聽到神的聲音，就神又認識他們，他又跟著耶穌啦，即是說呢其實神有這個能力啊，很特別啊，就是神有這個能力能夠令到人幾個動作喎，這個神啊，這個人啊，他要聽到神的聲音，他有幾個動作。第一要做什麼先啊？大家想一想個過程有什麼發生。是的，神要改變了這個人，改變了這個人，這個人得救了。什麼都盡量用神的角度去講，神改變了他。還有呢？聖靈住在他裡面。跟著呢？提他。提他。即是向他講嘢。向他講嘢。那個人就接收到有意見。他都要信靠信服的，如果他不信靠信服呢，不信靠信服就怎樣？
佢聽到唔聽話，佢聽到但係唔聽話。當佢得救嘅時候，咁佢唔聽話咧，個後果會點咧？佢就會慢慢可以失去，佢慢慢可以失去。但係咧，當佢仍然得救嘅時候，佢仍然聽到，不過聽得可能唔多。所以有啲人好繁忙嗰啲係好難聽到嘅，佢哋唔係好聽到神嘅聲音嘅，佢哋唔會時時有容易有神嘅聲音。咁咧就即係神能夠改變佢，同佢講嘢，而令到佢聽得到，令佢收得到嘅。神又知道邊個收得到，邊個收唔到嘅。即係神係好好犀利啊！咁所以我哋知道佢成日同我哋個關係好密切嘅。好啦，跟住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一齊讀啦。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咁呢個我正先我講到嗰陣時講到呢一個咧，係神同人之間一種好大嘅乜嘢咧？好大嘅記唔記得啊 ？Mystic Union 係 Mystic Union 係一個好神秘嘅合一啊！合一到咧，你都唔知道，你以為你自己做，但原來係神做緊嘢啊！即係神同我哋感動我哋。以至我哋，你想話我翻嚟教堂啦，即係你每一次諗住翻嚟教堂，我每一次諗住祈禱，每一次諗住聽神嘅話，其實就係神感動你做嘅。所以你一留意咧，係留意到好多。其實我就先一開始彈，我已經哇感動到不得了。當我一諗到係神嘅工作，我即刻好感動。哇！我哋可以咁平穩安靜，真係好啦。神啊，你咁樣感動我真係好啦。好啦，我又諗到神咧，真係成日都陪住我。我心裏面咧真係好好大嘅感動啊！咁我希望大家都係成日聽到，我哋其實個心裏面咧同神其實相連得好好密切嘅，好近好近嘅。咁於是咧你就能夠好近好近收到神嘅聲音啦。咁咧你就會對神咧係更加有信心啦，就唔會覺得咧神好遠路啊，即係唔會覺得好似唉神都唔知喺邊度。希望你哋以後都唔會話神唔知喺邊度，而係。當你留意到的時候，你成日都會留意到神的聲音。好了，那跟著呢我們就會分開小組呢，大家可以就討論這幾個問題。第一，你有沒有聽過神提醒你有罪？第二，你一聽到讀聖經和敬拜的時候，有沒有感受到神的意念提醒你？一敬拜都是一個很容易收到，這三個機會很容易收到信息的，聽到、讀聖經和敬拜的時候。第三，你有沒有發覺越信服神呢，和心裡越安靜呢，就越收到神更多聲音的。那你怎樣可以在神裡面呢更安靜，放下自己的情慾呢？那你這幾個問題呢就會分開討論的。